天来泡这款泰式奶茶。先把茶装入茶包，把 pH 7.3 的水煮沸，泡好的茶加入炼奶搅拌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今天来喝椰子咖啡，泡在椰子里面的，然后我选择的是这种泰国的椰子，配这个一个咖啡粉，压平咖啡粉，获取浓缩咖啡，椰子里面椰水，加入一些的牛奶，再加入一些冰块，再把浓缩咖啡倒入，我再放入一些冰块，放入吸管搅拌，非常好喝，大家可以尝试。对，现在我们来探监这件事，给别监。这款薯条真是好吃。今天又再回来把关了。双十一买的推拿床。首先先来刮痧。刮痧后就拔罐，来探监这件 Rocking Jig， 它是吃汉堡的。先点餐加 RM 5.9，可以附加无限饮料和一份小吃，饮料自己选。哇哦！真香！哎呀，打电话预定的这款这个烤串，猪肉的跟鸡肉的咯。OK， 要包这样一包一包。